Ngai ho kamu mapulong. Anini arumi as. Mineneng kita tu. Tatmakai kaulahan a cuka. Pakai ni numita tuni a kimas. Minanam tu sua nupang cah.我们先来看一小段影片。现在大家听老师讲一次这个故事。一地呀吼，伊拉古只在马多阿塞，马多阿伊卡起来阿尼阿罗。那米努盖米阿苏泰拉伊法达努拉兰，马阿罗古放下来啊，尤里诺哈纳，巴斯里哈努吉桑。Satu milik sana, malikatku katu milik Nora Yulino Hana. Wata kafangcal kuna Hana. Caykatsa maulahci tefi atuci ohai. Itiai, nai ngalakno ongcoy sarak saangku cesai a lusak a semua. Cima kiso?Saya kata laumi, tak kau tu hana aku saan. Kita sama-sama mari kita dengar cerita ini. Kebanyakan cerita ini adalah cerita yang berlaku lama. Ini adalah cerita yang berlaku lama. Cerita ini adalah cerita yang berlaku lama. Cerita ini adalah cerita yang berlaku lama. Cerita ini adalah cerita yang berlaku lama.表示是听人家说的，传说中的。第一个句子介绍这个故事的那个主角卡奇莱社的老人，马多阿塞诺卡奇莱阿尼阿罗，这是一则排湾族的故事，地名也是排湾族的地名。这个故事是传说而来的，所以我们在句子的最后加上 li half a suwal。强调是传说的故事。现在大家听老师念一次。一地呀吼，伊拉古只在马多阿塞，马多阿伊卡起来。Aniaro, na minukai mi asup tairai patah nulalan. Maarauku pangca lai a yulino hana paslil hanu cita. Satu milik san a malikatku katu milik nora yulino hana. Wata kafangcal kuna hana. Caykatsa maulahci tefi atuci ohai. Itiai, nai ngalakno ongcoy.Sarak sangku cesai a rusak a semua. Cima kiso? Cai kata laumi, takau tu hana aku saan. Taira i lutukku matu asai. 是说老人去山上的意思。Taira 这个动词常见的形式是达拉。例如我们常常会说达拉 kiu gai gaku
또 빌리바이안 아로미아스 表示一种经常性的习惯，或者是 따라 비디리산 가고 아노호니호니 따라도 말라피 가고 表示等一下即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个故事中是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不用达拉的形式，而用 daira 来表示时间上是过去的事情。Badadigo 是返回的意思。Badadigo minugai 这里有两个动词一起出现，称为联动结构。Dalaludogo matuasai masendo badadigo do minugai， 就是说，老人去山上。然后返回家里，他看到一朵百合花。马绕尼拉古这在啊，尤里诺哈纳。我们在感官相关的动词概念，像是听、说等等。完整的句子是：马绕诺马多阿塞古这在啊，尤里诺哈纳。主语是古后面的这在啊。尤里诺哈纳，一朵百合花，有动词的受词焦点形态，所以一朵百合花是被看到的。看到的主事者是马多阿塞。由于我们前面的句子已经说过好几次老人了，所以用代名词来简称，因为它是出现在谓语的部分，所以记得要用属格。Ningra， 千万不要用主格 Jingra， 在口语中主格标记 gu 也经常会省略掉，所以句子就简化为 Maarao Ningra gu zizai a yulinohana Idini lawat no lalan。 现在大家再欣赏一下这一段。那 minugai mi atopDaira i batas nulalan Ma'arau gu fangca lai a 前面的句子里所说到的 Baka arau 我们也经常可以加以修饰 Dada fangca ma neng neng 或者是 Dada fangca ma neng neng 等等，那朵花非常好看。 Dada fangca ma neng neng gura hana 那朵白荷花非常好看。大大方这么能嫩过的尤里诺哈纳，而且 ，thil 是光线的意思 ，the thil 是光照 ，limasats 是形容很滑顺 ，mabatthil no jisa salimasats mabatthil no 尤里诺哈纳。方这么嫩嫩，是形容在阳光下，百合花很漂亮、很滑顺、很亮丽、很好看。现在我们来欣赏一下。巴斯利哈努吉萨，萨多米利三啊，马里卡古，卡多米利诺拉尤里诺哈娜。我们在语法课的第三课曾经介绍过，今天天气冷。我们说 ，Sinogo romi as anini。如果我们要强调今天非常冷的话，就要说 ，Dada sinogo romi as anini。如果说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冷了，可以用这样的表达 ，Dada sinogo romi as anini。同样的语法。老人看到路边的百合花，从心里面发出极度的赞叹。大大方照顾，大大方照顾姑娘啊，哈娜。现在我们再欣赏一下这一段。我大个方照顾那哈娜。动词马乌拉的词根是乌拉。例如，我们可以说。马欧西古马恩多哈麦吉哦嗨，它的主事焦点是
马乌拉，例如马乌拉，米那那么多书啊，努邦扎嘎古。动画里面的句子是先由最简单的形态。马乌拉多尼亚哈纳吉哦嗨，从这个句子再慢慢加以修饰。The fear 和我嗨是姐妹，两个姐妹都很喜欢，可以用。马乌拉吉的费阿杜吉哦嗨多尼哈纳。我们用阿杜来表示汉，也可以用阿吉。马乌拉吉的费阿杜吉哦嗨多尼哈纳。加上达达，表示真的很喜欢。达达马乌拉吉的费阿杜吉哦嗨多尼哈纳。我们在句尾加上哟，表示一种惊叹的语气。达达马乌拉吉的费阿杜吉哦嗨多尼啊哈纳哟。老人还没有回到家，怎么知道他的女儿很喜欢这朵花呢？这是他的一种推测，他觉得或许会，或者应该会，也可能他心里很有把握，觉得一定会。这时候他用在嘎扎来做整个句子的语气。在嘎扎马乌拉吉德菲阿杜吉哦嗨多尼亚哈纳加，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一段。在嘎扎马乌拉吉德菲阿杜吉哦嗨，突然之间出现了白布蛇。嘎夫哈兰马阿绕，就是突然看到的意思。鲁萨是白布蛇，白布蛇出来说了。嘎夫哈兰马萨萨古这在啊鲁萨古苏奥尼拉，说什么呢？那一拽带你给说，平常我们问别人，那一拽给说带你，就是你家在哪里，或者是你的故乡在哪里的意思。这是客气礼貌的问候，跟这里的情境不太一样。在故事里，白布蛇觉得被冒犯了，所以他是生气的问：“那一拽给说带你，你这个家伙是哪里来的？你是什么人？”这样的意思。而米达告，你来偷我的花，我们说带你给说米达告多哈纳阿哥，改成疑问句，问原因，为什么，我们用疑问词 now 带你给说米达告多哈纳阿哥。现在配合老师刚刚的解说，我们再欣赏一下这一段动画。一地呀吼，伊拉古自在，马多阿塞，马多爱伊，卡起来，阿尼阿罗。那minu kai mi atup taira i patah nulalan maarau ko pangca lai a yuli no hana patlil hanu cita satu milik san a malikat ko katu milik nora yuli no hana wata ka pangcal ko na hana cai katsa maulah ci tefi atu ci ohai itia i nai ngalak no ongcoy sarak sangko cecai a rusak a semua cima kiso cai kata laumi takau to hana aku saan. Lao ren bei bai bu she zua dao le tou cai le hua gai zen me ban ne, wo men jie xia lai kan hou mian de gu shi。现在大家听老师讲这一次这个故事。
哎呀，什么恩人，在个方哪个过，我还拿在一束过你。当初还那么过把的过，我的我的，啊我过，打了当老一束，把自己上面的高度还拿过。哎呀，什么恩人，在一个把灯暗那么过，什么恩人过把那，除了还多一束个过。Wawa aku cita fe atau ci ohai saku sual isu ihoni. Amatira aja, papi kata fu hananca takuanan kuya maulahai tu ni hana wawa isu. Sululen aku kisu.大家有没有听懂老师所说的呢？现在我们来仔细的看看这个句子。我们说咋爱不是的意思，他连说了哎呀哈意，是急忙否定白不舍说他偷花的意思。他赶紧的澄清咋爱个发那个过，个发那这个动词的词根是烦那，使用受势焦点是麻烦那，诺是属于的意思，诺미소구니아하나。下一个句子里，巴德利这个动词是从德利变化而来。马德利是它的主事焦点。例如我们说，伊拉古巴格洛伊西夫努拉兰，而我们加上按后缀这样的形式，会将这个动词转化为名词，它代表过去所在的地方，就是。百合花原来所在的位置，所以老人说：“马巴鲁鲁多阿哥，马巴德利多呀，达德利安尼啦。”我们看一次这一段。哎呀，萨玛安嫩，在噶方哪噶哥？哦，哈那阿在伊苏古尼，当苏哈努玛哥巴蒂哥。我们阿美族有许多的斯朗阿万。就是传统生活中重要的文化活动里需要遵守的规范、禁忌等等。在古代的社会没有法律，而我们阿美族的人们就依靠对于斯朗阿万的遵守来造就一个和谐有秩序的社会。在动画里白不舍说了达达阿瓦古斯朗阿万你说，这个句子是拥有句的否定。大家应该还记得，你有一只猫，我们说伊拉古之灾阿不西一树。你没有猫呢？阿瓦古不西一树。你没有斯朗阿万，阿瓦古斯朗阿万一树。在动画里用达萨来强调，真的是没有。斯朗阿万，用现代的话语，我们或许可以说，你真的是很没有礼貌，你真的是很不懂规矩。达达阿瓦古穆苏伊苏，怎么了呢？哈鲁哈纳阿古戴尼吉苏米达高，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段。哇达哇达阿瓦古达拉达老伊苏。把自己上面的高度喊了阿哥，老人接着用把它登岸，故意这个词，这个动词的词根是把它登，我们将它附加后缀岸，表示刚刚那个采花的动作的故意性。再下一个把它登岸阿哥，我们平常说阿呼一带。阿赖是谢谢你的意思，这里的语气不太一样，请求、百不舍、慈悲、慷慨的意思。米萨阿利吉苏瓦难是求他什么事呢？进一步说明。巴比苏鲁达古瓦难海萨的原意是
允许，它是从动词词根的含义变化而来的。它的主事焦点是 mihaisa， 受事焦点是 mahaisa， 而受事焦点的祈使句，我们用 n 后缀结尾的形式 hai。另外，我们要注意到 haisa n gakko。苏鲁任嘎过，就是说原谅我吧。娃娃是小孩，发发黑暗，女生连在一起，娃娃发发黑暗，女儿。而一树这个属格代名词具有附着的特性，所以用它来修饰名词组发发黑暗啊娃娃的时候，要紧跟在爸爸黑暗后面变成爸爸黑暗阿娃娃一书，你的女儿。故事中白不舍是推测，所以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刚才你说到的 the fee 和 ohai 是你的女儿吧，所以他要用这样的表达，五娃娃阿古吉 the fee 阿杜吉 ohai。萨古苏尔伊苏伊侯尼，吉玛古马乌拉海南拉达杜萨古尼阿哈纳。这句话很容易了解，那个白布蛇要做什么呢？阿拉恩阿古金拉马鲁法法希。这个句子我们可以从动词的词根阿拉谈起，它的主事焦点是你阿拉。例如你阿拉吉拉希兹杜古旺，这个它的受试焦点是你阿拉，也可以衍生为嫁娶的意思。例如你阿拉杜嘎扎富阿努鲁玛米哈扎安嘎古，而这个句子使用的规劝是，就是说让我来娶吧。巴比阿拉恩阿古吉德菲安马鲁法法希，巴比阿拉恩嘎古多法法希安阿娃娃伊苏马鲁法法希。他又接着说阿努马蒂拉阿扎苏罗恩阿古吉苏，那么我原谅你。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米苏鲁嘎古迪苏阿南，那么 Makahi 是要将要将会的意思， Haitha 是动词 Mihaitha 的受试焦点。我们可以说 Misulul Gaku Durawawa Makahi Gaku Misulul Durawawa。 而当我们在句子中出现我的属格加上你的主格，就是我们对你的关系的时候，在语法课程的代名词课程中介绍过，有一个特别的形式 disuanan， 这个代名词也同样是附着的 makahi misulul gaku disuanan。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段落。哎呀 sama anan zai gafa na gaku哦，汉娜阿扎伊苏古尼，当苏汉努玛古巴蒂古，瓦达瓦达阿乌瓦古，达拉达老伊苏，巴吉吉萨米达高多汉娜阿古，哎呀，萨玛嫩，扎耶古，巴斯登安努玛古，萨玛嫩古巴纳，苏鲁汉杜伊苏嘎古。娃娃阿古吉特菲阿杜吉奥海萨古苏尔伊苏伊霍尼阿玛蒂拉阿扎巴比卡萨夫汉南扎达古阿南古亚马乌拉海杜尼汉纳阿娃娃伊苏苏罗伦阿古吉苏。最后这件事情要怎么解决呢？我们一起看看最后一段。
大家都看到结局了吗？现在听老师说一次。呆拉伊鲁玛古纳马多阿塞巴索勒尼拉吉德菲阿吉欧嗨多斯玛克诺欧纳乌达拉阿扎尼德菲当一次萨多扎伦真古法罗佐尼欧嗨啊马卡里安古妈妈巴吉吉萨多米卡萨夫多鲁萨萨鲁安萨Malafa inayan kuya lusak taini tuya patalumaan arumias dipahak fakako alumanai itini tu i rasliu atau palemes no alumanai mararamus tu kuni faluhai tamsau.大家都听懂了吗？现在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些刚刚所说的句子。大拉伊鲁玛古亚马多阿塞伊，巴格法纳汉多尼拉吉德菲阿多吉欧海古亚斯玛阿多亚鲁萨，乌达劳阿扎尼德菲当伊次萨多吉欧海瓦，而另一个女儿我害呢在那么古法罗做你我害啊玛格里安古妈妈萨卡苏姆瓦萨卡苏姆瓦兰古法罗做她担心父亲的安危，因此心里想说西玛奈嘎拉夫萨杜嘎古杜鲁萨，西玛奈是没关系的意思。哦嗨，心里盘算着他自己的安危，没有关系，不要让白布蛇为难爸爸。这个句子主要的动词是 Mikasafu， 它是从 Damsao 就是人衍生出来的收视焦点。我们可以先从一下这个句子来了解一下米卡萨夫都鲁萨古拉巴巴希安，这句话的主语是那个女生，我们主语要改成我呢。我们在代名词的课程当中学过嘎古，这两个代名词是附着式，它使用上面有句法位置上的限制，并不能代换为米卡萨夫no lusago gago 是错误的说法，可以用 mikasafu do lusagago。 句子中我还要强调的fe不去没关系，我可以去，所以把 gago 放在前面。自由式的代名词可以在句子中任意变换它的位置，不受附着的限制，所以说 Gaku Gu Mamikasafu Duya Lusak。 大家再看一次这个段落 Daira Yi Luma Guna Mato Asai Baswale Nira Ji Tafi Haji Ohai Du Semak No Oner U Dalao Azani Tafi Tangit Sato Zalem Zem Gu Faluzo Ni Ohai啊，玛格丽安古妈妈，巴吉吉萨多米卡萨夫多鲁萨，萨隆安萨，马拉法伊纳扬古，马达乌多古亚，巴达鲁马安阿鲁米阿。这里巴达鲁马安是婚礼的意思，伊拉多。带你过自在啊，法伊那样。哦，路上过，
ta tay ni sa kya. Nau iro, o fai na yang ko tay ni ai. Hanau, o lu sak ku ya fai nai. 我们说 hanau 就是原来的意思。没有想到白布蛇竟变成了一个英俊的男子。ta ta li pa ha ko fa lu zo no alu ma nai.I tini tu I rasiu atau palemes no alumanai mararamus ji ohai atau ya fainayan. 我们说 rumasiu 是唱歌的意思 ，garumasiu 就是大家为他们唱歌。这就是白布蛇的传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请大家再听老师念一次。Salungan sa malafa inayan kuya lusak ataini tuya patalumaan arumian dipahat fakako alumanai itini tu I rasliu atau palemes no alumanai mararamus tu kuni faluhai atantau Tahi ni azaku pakafana anini rumias. Liawan honomita misatapang aminengneng. Masaruma I harateng namo sakaku.